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呢给大家带来国战一些抗盘的主视角，希望大家喜欢吧。那么素材由出田墨吾、子不见君、巨蚁小小明、伟大航少、H8077-12000、西宝和亚库莫巴卡提供的素材啊，这里边十分的感谢。那么我们这里的话，挨个看一看吧，先看一局。哎，我看一下，先看哪一局啊？要不先看这个吧。先看这一局的话，我们这里啊有吴、全、魏。其实呢，整体而言的话，吴将啊、魏将都不错。最后主视角这边是选了两个女人啊，大全哈哈，全雄啊，全雄。那么这样的话，其实我个人啊，一般看到太后还是非常喜欢的。所以的话，我们先看第一局这边正读，嘿嘿，闪一闪啊，闪一闪，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我有正读大太后，对吧？那么南蛮入侵一波开出来，我们这里看一看啊，主视角直接掉血了，巨象看我的哈、啊，看我的。那么三号位锦衣挂旗，四号位的话没有大动作，五谷分灯也没有开找状态啊。那么五号位的话加一锦衣挂旗，最后吃桃过。那么开局这边啊，节奏就是一个南蛮放出来，这里啊火攻火烧打下家可能偏位数一点，对吧？场上就一个蜀将，你这个时候看盲区，当然啊。他本来这边啊是一个三血不卖，所以的话后面再看六号位啊这边哦，水淹七阵啊，那这样的话魏国直接被带走啊，我们看一看啊结局会怎样发展。真实比看我们主将南蛮入侵再打出来六号位的话，刚才好像是庞统独条吗？三号位啊顺手转羊拿一下八卦，哎，这里的话顺手。所以现在啊这一局抱团大家可以看到啊，六八三这边啊其实可能蜀将偏多啊，蜀将偏多。那么这支笔看一下六号主将一代劳再刷一波，最后的话应该是队友啊，应该是队友出来吧，快指快影不敢，对吧？是庞统啊，庞统这个阵图其实啊其实还是比较的，哎，不过呢比较的坑啊，我觉得这个阵图出来还是不是时候啊，不是时候，不过还好苟货的话，哎呦，这最后是一个无将啊，就是说了一下人头。那么最后的话，这个时候啊，四蜀抱团，但是啊，邱荣大乔这个控场点在这边的话，蜀将想要活、啊，应该来说没有那么容易。年春深夜，那我们肯定是威胁啊。锁锁连环，庞统的话涅槃已经跪了，我们这边的话，其实清晨啊对他而言已经没有用了。场上蜀国呢，暂时而言没有特别多的损伤啊，那么直接九雷呀、啊、骚一下。那么这一刀下去，最后木马还是走出去配合盟军啊，毕竟现在三 v 四，而且的话蜀国有先行行动力，后面苟货啊容易被控啊，容易被控，杀我们一刀，最后这个不得不闪人家寒冰。南蛮不开好评啊，毕竟你大蜀国啊，大蜀国。那么那边杀一刀，当然他南蛮开出来啊，二爷不虚，主要是干夫人和庞统，苟货杀一刀，嘿嘿，空城神技。然而他空城的话，我们这边有正毒啊，所以还不是那么虚他啊。这边张飞你肯定不能扔啊，不能扔。哎，那不四手控大乔，这样的话控住之后也就我们有一波行动力啊。不过呢感觉这一下正毒的话应该来说还是能救得起来的啊。那他自己就摸到一头啊，自己就摸到一头。那么我们后面的话这里如果再摸，哎，可惜了，这里如果能再摸一张装备直接把诸葛翻过去然后杀一刀，对吧？当然啊，还是那句话，可能还有逃、啊、还有逃。现在呢虽然这个大蜀国啊抱团还不起眼啊，不起眼，但是啊整体状态还是很不错的，这两个菜刀往这一摆，那边还有张飞，所以打起来啊有点难。那么苟货呢这里牺牲精神啊，很有牺牲精神，直接怒送我们劫命，那么就是大阵怒来，张飞先压一压血线。那么庞统的话再一次关心，这里关心的话由于他有了锦衣啊，我们这边还是胜之又胜啊，对吧？没有去正毒啊，先猥琐一波，那边杀张飞。我们现在呢其实主视角在这个局面之下啊没有很好的生存状态，那我们看看主视角如何去做敌哈、啊，如何去打、啊、国拆桥先拆锦衣。那么最后的话这边啊直接强人木马一刀下去砸庞统，最后
哎，可惜还是有逃亡，因为刚才也是他自己啊救了一逃，其他都没有出过逃救，这一逃呢也能算情理之中。那么后面就看张飞和庞统了，哈哈，就看张飞和庞统这里了。那么郭开桥那边拆了锦衣保我们啊，或者说保他自己也好，怎样也好。那么张飞的话，最后这病啊是神志回血，回血的话给队友摸牌，最后他这边关心。赌不赌？没有，还是赌啊，还是赌。这样的话就是最后一赌了。那这一赌一赢之后，太后啊，所以的话，太后正常就是啊，刀尖上哈，刀刃上去搏命的一个武将啊。那么这样的话，搏赢了之后，反正不死不是你死就是我亡，对吧？那么最后这边的话，有一波气难收衣之后的话，那有各种来来来。火烧连营，再大家去万箭齐发。那么这一波之后，两套直接回血，状态拿到啊，状态拿到。那么最后的话，这里黄哥不好意思了，哈哈，这个就叫血虐啊，血驴杀啊，卸磨杀驴啊，卸磨杀驴。然后借刀杀人，最后我们这边还可以杀一刀。当然护心镜啊，他肯定是挡掉的啊，肯定是挡掉的。心当然是大呀。那我们继续正读啊，有九，有九不虚啊。他不是黄忠，对吧？手里有闪，不虚你的啊，不虚你的。那么祝融这里手里都没有杀，看来大乔主义啊。这个时候，他呢其实比较尴尬。你要乐群雄的话，那么蜀国势必啊会有点尴尬，对吧？所以的话，我们最后这一波继续，嘿嘿，七乱收人头。这个时候的话，大乔啊肯定要进入控场了，插标慢手列功啊，手里有一个无懈。大乔这一波呢？主视角并没有去震他，但是啊，他这边这个百将呢，男将白主牺牲了魂伤三血，但是就是为了湘乡结营的啊。那么这样的话，一个兵粮控出去之后，整体我们应该来说拿到人头了。你的容身之处，好，这里的话直接正读有闪不虚，乐不思蜀控出来。对吧？那么关键我们这里还听过，这个是对面没有办法了。那么一个南蛮再打出去，后面啊，其实大乔啊，他乐不思蜀，我们对于我们而言，对于我们正族的叔叔而言的话，没有那么伤，对吧？没有那么伤，就是你乐我直接正读你就行，只要确保自己这边啊有闪。所以第一局啊，如果刚才你像没有这种正读的输出的话，可能这一局蜀国还是。有点机会，有点机会，不能说完全没有机会啊。毕竟人头数占优嘛，你盟军之，方面的话也没有特别强啊，没有特别强。但是大乔呢，乐不思蜀还是控场啊，有体现吧，有体现。好，下一局，下一局的话，看一下这一局。这一局的话，我们看一下啊，这里的话主视角，嘿嘿，这个组合啊是我们经常的国战娱乐里面会出现的，对吧？这个组合就是一个，就是戏剧向，然后仁德给出配合队友哈，打全场啊都可以。那么开局的话，这边药倒是挺大，南蛮开出来炸出了队友，最后的话还有一个恐龙，我们巨象倒是没有酿，还有最后一代捞，第二张扔掉哈，第二张扔掉，那么就剩一个万箭了，神甄姬风离合，炸鹰顺手。那么这一局的话，大家啊，对于我们小蜀而言啊，场上已经有了纷争，而且没有蜀国参加，那么还是可以比较好隐藏的。三号位锦衣八卦挂起，恐龙开个万箭啊！那么这一副牌队的三 A 结束啊，守清退之劫。那么火攻打一下，僵尸并不是哈。那么应该来说，陆神自己打的也有点问题。那么吕布这里啊，这一局虽然开局啊，这边陆神已经被带掉一个，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进度条，整体发展啊，应该来说还是比较缓慢。下家杀位了。沙位场上就全无蜀将的话，可能性不高，啊，可能性不高。决斗那边终究被吴将带走，最后还挂上闪电，恶心其他人啊。八号位，三号位弃牌，没桃子回血，而且是一个三血不卖啊。那么目前而言的话，主视角啊，在场上整体而言的话，状态还是相当不错的。五谷丰登那边的话，那边终于拿桃了，我们就拿一杀就行了啊，拿一杀，那边杀一下下家。
锦衣三金，大家那么这样的话都是蓄力待时，不争首功啊，不争首功，对吧？重新洗牌。那么那边啊，这个白银挡了一下啊。好，那么过拆桥拆锦衣，最后的话吃桃啊飞拳。那么最后的话，一个我们刚才啊他杀位哈、不太像队友，那最后的话可能性啊就剩下一个武将。八号位这个时候呢还去杀拳啊，还去杀拳。那么拳雄的话这个时候有可能啊三无在那边，那我们直接选择了哈哈，这个暗控呢最后还是出来了，猎刃拼顶控他距离好评啊。放到距离后面，那么最后的话现在有个女萌，但是女萌一般出的话她是处于龟缩状态啊，对于抱团而言的话不太具有竞争一个主导性质，对吧？不能哈带领队友冲锋啊，除非是牺牲杀啊、其他的话哎锦囊输出还行啊，这个时候哎有的是杀，那看来是打算用光吧，用光吧，顺手再控距离没毛病啊。香香这一波打的还是不错的啊，还是不错的。最后其实是主动选择输出，直接把恐龙那边血线压成一血。那么现在关键尴尬的是我们这边啊，那边防骗没有啊，我们这边呢没有逃，甘宁要完杀了。嗯，看我的厉害，你的牌太多了。八卦拆一下，冰娘控下家，最后制衡。恐龙的话还能活啊，还能活一下，但是持久战下来的话肯定啊，最后还野了一架哈、野了一架黄盖。万箭弹我们啊，那么这样的话可能就被控住啊，被控住。那么现在的话应该来说这一波无将抱团啊不具有啊很强的实力，大乔跟上一局有点类似啊，有点类似，就看香香这边爆发怎么样。那我们手里拿到南蛮，最后的话是续着，因为我们知道巨象家忍者的大配合，一旦启动之后啊，对面可能难以防住你啊。那边的话甘宁被动，那么这样的话你这一波我基本是希望不太大的啊，希望不太大的。南蛮已经在手，而且大乔这一步啊直接乐不思蜀控场，基本就是牺牲自己保全大家，对吧？那么最后礼让的话桃子给黄盖啊，大家打的都非常的有牺牲精神啊。哎，我们桃子继续给黄盖，要的就是他去买血。南蛮也给出来啊，南蛮也给出来，两桃在那边啊，基本还有三个乐保住行动力。那么基本的话应该来说黄盖这个南蛮直接开出控无将，控无将。他这里呢顺手，那么最后的话小乔你弹啊他都不敢浪弹啊，不敢浪弹。想想就不救哈、不救的话那就直接结束啊，直接结束。那么无将啊最后的话场上的状况应该来说最后小乔可能先跪，后面香香女萌的话因为毕竟有克己大技能啊，在场上还是比较嘲讽的，但是应该暂时能活下来，防御还是很强，对吧？目前防御还是很强。那么关键是小乔不太可能能活啊，这里小乔孙奔啊，这个孙奔跟小乔跟上一局的就正好相反，孙奔放副将求魂伤，不考虑香香的结印哈。那么黄盖的话这个时候哎你没有结印那我就直接打你，那边的话都给了我们，希望我们去动一动啊，动一动。那么最后的话顺手转羊，刚才一个小巨象啊打了一波，上一把我们巨象是给了谁啊？给了三号位啊，三号位的话这刚才是扣在了手里啊，想续爆不想打出来啊，不想打出来。那么香香继续是满血恢复，最后还是克己。他这个时候啊应该来说如果牌啊都出光之后的话，基本这一轮可能进决赛都有可能会比较困难。现在小乔这边啊肯定是要跪的啊，肯定是要跪的，就他好撸啊，香香的话打起来还是比较费劲。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手里九杀一刀确保带走，两个南蛮在手啊，直接杀了一刀啊，杀了一刀。上报国家，仁德之君，两个南蛮都给了一个七点一个 K 点，分开给，分开。但是这个时候我觉得呢，可以明给一张刚才那张南蛮啊，对吧？还有一张可以续着啊，还有一张可以续着。这个时候不必太急着，因为他们这个时候呢，你整体想一想啊。你藏一个再给一个，这个是比较明的，对吧？
那么恐龙啊，最后虽然是做出了贡献，但是这个时候还是轻松被带走。那么这一波大象阵啊，直接应该来说把大屋给破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南蛮放的还是比较急啊，就要这里不太该南蛮这么急，还是续一下啊，囤一下。当然呢，乔盖这边啊，他应该来说也是个老司机，这边的话他现在已经进入控香香的状态啊，你这两个人决斗各种拼牌啊，最后大乔略输风骚啊，略输风骚。好，我们直接杀。那么香香在两人夹击的情况下可能不太能活啊，不太能活，九杀闪掉。好，那我们这里的话这就是重铸，你一旦老给了出去啊，还是上一道留九啊，留九。现在其实我们的状态还是很不错啊，很不错。哎，琉璃，对，这个时候的话反正啊，香香啊肯定是杀大乔更划算一点，对吧？既能攻大乔又能恶心你贝贝。那么大乔的话这个时候其实啊，其实大乔如果一旦进入这种三人局的状态之后，他以一个中间桥接点啊，对吧，他就是个公交啊，谁都想上，谁都想利用你的琉璃去打，在这个制衡场面中啊搅屎啊搅屎。所以的话可能反而大乔有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会稍微有点被动啊，稍微有点被动。当然我们还是给了一张闪大乔。现在香香关键是他克己啊，克己，一旦有女萌克己，其他人肯定会要盯着他撸啊，盯着他撸。好，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南蛮又放出来了，那我们继续找配合，哈哈，继续想要大乔的那边我们这个巨香加人头的配合啊，带香香。但是这个时候啊，其实三家制衡都比较尴尬啊，都比较尴尬。你像黄盖啊，这里血线啊都砸成这样啊，最后啊，看来人家不是替你白打工的。这两个南蛮呢，他放的稍微有点急了啊，稍微有点急了。我觉得这个时候的话，你两个南蛮啊都开出来，还是那句话，放一留一，这是最好的选择啊，对吧？你看这里的话，两个南蛮其实清了一波。刚才主视角这个排序稍微出错了，应该先决斗偏他杀，先决斗偏他杀，或者你这决斗续一续啊。主视角的排序还是问题比较多的啊，比较多的，没能打出致命的输出啊，对吧？当然两个南蛮也是明的，他你决斗他的话，他可能直接掉血，两个南蛮他不一定给你啊，不一定给你。无懈果拆桥，先拆了八卦啊，没动青钢，不过手里有无懈啊，他这个乐不思蜀。想要乐也乐不中啊，那最后的话只能说打工了哈，只能说打工。这一局其实主视角这边操作呢，我感觉，就是一个盲给哈，就是利用别人打工。但是我觉得呢，像前面啊有好几次啊，那孔融死的那一波南蛮，对吧？南蛮直接带到棺材板里面那一波，你完全可以留一张暗的南蛮，还要让他们去猜呗，对吧？续一张南蛮总比你直接给出去更好啊，更好。明的一张我直接送出去打助攻，哎呦，这助攻没有私心，刘备啊就是希望我们去打工啊，对吧？但还有一张要暗藏杀气。好，这是一局啊小的巨象阵用来破吴将和这个恶心的女萌香香。下一局看这个看这一局吧，这一局陆香香的一个 boss 级别啊。当然这一局我们可以看到陆香香啊十三分钟就结束啊，所以的话这一局抗团应该来说整体比较轻松。一号位直接弃牌，二号位锦衣挂起智力，看一下四号位主将，最后冰娘也是扔掉。那么那边的话已经开启了万剑，可能废队友啊，可能废队友。那么最后的话秦灵公挂起四号位看一看，不动啊，二四位有奸情对吧，五号位无中生有吃个桃儿，白银挂起，最后的话青钢在手啊。六号位看一看，朱雀扇子，然后呢杀一刀下家，苍飞呀、有人张飞在此，这个打的其实只能说浪啊，只能说浪，这是他又没有知己之笔啊，没有知己之笔。那边的话是直接借刀。借三位杀四，借三号位杀四号位啊。那么场上就一个鼠啊，标一个位鼠吧，标一个位鼠。那么一二位都不动，现在的话场上啊，
恢复了一点平静啊。那边三鞋不卖，各种卖，这就是比蜀将。那么二号位的话，郭帅强，他看来三号位的主将啊，最后是明确了啊，魏权方面的啊，魏权方面的，狂骨刚烈哈，刚烈，对吧？那么这样的话，粘弩直接突下去，但是搜索电话他还可以再吸啊，还可以再吸，有哦。那么这样的话，夏侯惇肯定是占下风啊，吃亏了啊，吃亏。其他势力呢，这个时候可以喂个桃子，恶心一下岳英，嘿嘿，比如说华佗，这里没看中啊，没看中。那么老头子啊，看一看，再救啊，反正被乐啊，反正被乐。那么这样的话，最后啊，亏的还是魏延那边的话，五号位蜀国小抱团了啊，蜀国小抱团一个国无懈直接保起，但是这个南蛮的话，看看能不能收到人头。还有一刀没有杀啊，还有一刀没有杀。以命搏命，择敌必弃。九杀，可以。列功了啊，列功了。这里无所谓，反正空城了。这里蹲蹲的啊，其实比较可怜啊，比较可怜。上来就被粘弩啊，风婆亮哈一波盲狙。那边的话再次收割，老头走好不送，走好不送啊。那么这一局打到这个阶段啊，基本七号位来贡献一个。看看，最后竟然是魏将啊啊！竟然是吴将队友啊！那他刚才就是想恶心人，结果最后是被坑了。那我们这里的话，目前啊，直接跳出了，因为蜀国做大嘛，蜀国做大，顺手嘿嘿，直接拿弩，哼，这弩子啊，基本当然没法再刷了啊啊，还是可以刷啊，还是可以刷。那么最后的话是一波啊一波，那么这样的话，粘弩突突突下去，对吧？就是这样简单痛快的一波小爆发。那么手里的话，以逸待劳，再刷啊，再刷，杀一刀过拆桥啊，有的，来走好不送啊，走好不送。那么最后的话，再杀那边啊，以逸待劳，继续走起来啊，继续走起来。那么火攻再压杀，杀一刀还有九吗？哎，可惜了啊，可惜了。那么最后还有一个冰娘，直接控一下下家，一个群雄啊，群雄。但是教主的话肯定不怕这冰娘啊，远遥进攻。那么此时此刻啊，教主跟大锤应该来说跟黄忠啊要穿一条裤子，对吧？我们主视角这边他是一个属于 boss 级别的，谁都不想跟他单挑啊。最理想的状态，黄忠猎攻克教主，哈，克教主。所以黄忠的话更加希望跟教主去单挑。那么当然教主而言的话，也应该来说更加倾向于跟我觉得他难选啊，他难选，硬要选的话可能黄忠稍微好一点啊，稍微好一点。南蛮杀一刀，那么这个地方啊，上一波没能全秒，那么二次啊青春爆发，再来一波决斗先骚啊，决斗先骚。那么两步走啊，两步走，两连斩，两连斩啊，直接啊把这一把蜀国做大带走。所以的话，这个 boss 级别啊，在别人面前都是秒杀一切的哈。好，这是一局陆湘的组合。当然蜀国打起来一般确实啊，整体而言的话比较容易啊，比较容易。下一局，这一局啊还是抗蜀啊，看一下。那么我们这边啊，四吴最后的话是选择了兄弟俩哈，大哥纵谋可以。好，一号位的话直接上来就弃牌。我们起手手牌其实是啊，这样的话能装备啊半装状态，来起开局还是很不错啊，还是很不错。那么这样的话，哦，嘿嘿，人王挂起手牌啊，应该来说质量还行啊，还行，至少能挡一个南蛮吧啊。关键你这人王啊加一起手就挂起了这个装备啊啊，可以的。那么两个南蛮肯定是不虚了，下家弃牌，开局节奏，三尖八卦挂起，嘿，老诸葛、知天影、逆天南。那么过拆桥，盲拆八号位，调虎离山，刷一下牌，借刀杀人，打一下，结果最后砸到队友，大水冲辽，龙王庙。但这个乐速数乐这么远有啥用呢？还不如乐一下上家，对吧？这你南蛮入侵一炸炸俩，哈，大鼠了，大鼠了。送死你去啊！这个时候已经啊，那么已经啊半边天出来了。那边的话，姜维这个罕见啊，不多见放主将啊，放主将。但是这样的话，祝融还有无懈了，倒是
还不错啊，还不错，还可以吧。那么他这里的话，妨碍他天赋的话，那啊，主要是李典那边天赋罗、啊，这里是天赋围啊。不得撤退啊！祝融、方天要骚吗？全员偷鸡。这个还行啊，还行。郭嘉哈、啊，郭嘉。那么这样的话，郭嘉、啊、肯定对于蜀将啊是一个妨碍。那边的话还去啊，方天这个小方天还不错啊，还不错。决斗骚一下四号位，教主，教主啊，尴尬啊，尴尬。没闪的教主啊，消息沉重。哎，没闪的教主，这犹如没有鸡鸡的啊，对吧？李莲英啊，好。那么郭嘉的话，我们这里是直接出来，最后的话木马塞一下，且慢啊，且慢，扔了个九杀。那么注意啊，我们主视角没有吃桃啊，没有吃桃。但是这个时候，其实大家也看得出来，我们这边主要还是看戏打工，因为魏将他啊，这里以二敌三，还是能够啊有这个实力的，啊有这个实力的。那么五号位这个时候没有出啊，没有出。那边的话，猛火继续往下家打，化解细菌。方可努力，不如撤退。吾乃儒雅之士，不须与诸将争功。年君盛宴啊，那么年君盛宴的话，我们这里刚才是。哦，我们回了一点体力啊，回了一点，没有墨牌啊，没有墨牌。好，那边的话继续往向下打。你看鞋垫子给了我们啊，但是玉玺的话，玉玺在哪来着？刚才有没有出现过啊？鞋垫子立下首功，鞋垫子继续行动一波。赵云的话，调折哈，还卖旺戏啊？其实李典这个时候卖旺戏，感觉有点这个作死啊，有点作死的感觉。这里再杀一刀，我们没有救了啊，没有救了，因为后面还有个老诸葛控探啊，桃子用出去其实稍微有点浪费，郭嘉他都没救，对，大家可以看到郭嘉都没救啊，对吧？有桃都不救队友了。那么那边南蛮弃掉就是为了保全队友啊，主要是赵云这边啊，主要是赵云这边，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考虑看一看、啊。谁占到先机，谁就怂了啊，怂了。那么最后的话，那边是杀一下五号位、啊。谁就胜了？知己知彼的五号位，哈哈，难道还是蜀？这么能装，容我三思啊！那我们就杀了一下祝融，勒布斯鲁控住。那最后一个黄忠啊，我们啊那边无懈啊，那么四个人都带无懈，这样打起来的话。会比较那个啊，那么国家表示妈卖批啊，哈，这大蜀抱团，你杀拳还看戏？但是如果是我，我应该我可能也会看戏，因为毕竟嘛，你魏国，而且是农民国家，这武将将面对吧？我何必啊自己找仇恨呢？或者说动了自己的元气啊？当然我们接着再看吧，接着再看啊。黄忠目前的话，现在蜀将，你比如说打祝融那边还可以，还能打啊，还能打。孙伯符啊，那么这支笔最后的话，重铸一下啊，再杀一刀，勒布斯鲁控住。当然这里啊，整体都带无懈了，这勒布斯鲁肯定是没有用的啊，没有用的。何惧于天下？观今夜天下。那么现在呢，就是这一波大菜刀，这边老诸葛啊，他看看能不能掏出一张距离来。对吧？关键就是赵元和老朱没有距离，这样打起来他们比较费劲哈、啊。有了杀，杀的话红杀又舍不得砸我们哈、啊，又舍不得砸我们。那么姜维杀郭嘉也不好杀啊，杀郭嘉也不好杀。所以这个人王啊，整体现在就是对于对面啊是一个妨碍啊，对面是一个妨碍。那么鞋垫子肯定是跟郭嘉可以刷一刷啊，来刷起来，九再刷火烧连营。来火烧连营啊，凡是这个时候锦囊输出哈，那都是不太好打得出来效果的。那么这个时候的话，我们就直接再来了啊，再来了。制衡啥？我这都满手桃子，我怎么去制衡啊？对吧？黄忠，现在我们这个人王啊，能顶半边天啊，能顶半边天。那么这个时候的话，郭嘉被打成这种尿性的话，那应该来说蜀国啊，有可能要。激进一波，有可能啊，这个防线策略要出问题了。嗯，借刀杀人，那就杀呀，
对吧？人家八卦一判，我们手里还有桃可以保，国家自行 L 九。那边的话，当然这个屯田都没屯到啊，一大捞整体刷一波。南蛮，南蛮的话可以考虑掉血，因为此时此刻，对吧？马超那边已经一血残了，你手里这个雷杀到时候铁锁再打，但是铁锁不一定有效率啊，铁锁不一定有效率。朱荣这个时候选择了看南蛮，南蛮的话郭嘉啊，注意啊，郭嘉此时此刻他是不会啊过分的死的啊，不会过分的死，就是暂时死不了，而且他这一波出来行动之后，有可能就直接，对吧？哎。我们主视角不救了，主视角这里很阴险啊，就是不救了啊，就是不救了。这个时候我们就是最后一步啊，最后一步，且慢，对吧？有粘弩，这个时候的话就大指痕来一步啊，来一步，对吧？其实主视角啊，这里非常的腹黑哈，郭嘉不给他一点机会去行动收人头，因为我们这里啊。我有年奴，你算得过来他们需要多少桃，需要多少桃。那这样的话一刀九杀，再带赵云挨个给我倒，挨个给我倒。那么最后的话护心镜啊，他这边还可以再挡一下啊，再挡一下。那么我们这里桃子来来来吃埋，对吧？吃埋。所以这样的话整个估计啊，哎，郭嘉这个是有点气急败坏啊，有点气急败坏哈。天下那没办法，这个就是最后能拿下啊，还是留一桃一闪，就这样了。那么黄忠还是人王，能打，哎，拆年弩了，拆年弩了。你看啊，他这个时候就想保自己啊，保自己。其实我们主视角这边，你比如说可以怎么把装备区的加一减一，像刚才啊，其实那一把加一减一啊，然后都制衡了，都制衡。你木马里面刚才好像是有加一，对吧？直接塞进，再拿出来。那我们这样的话，到了单挑，我们知道这老诸葛应该来说希望不大了哈，希望不大，直接万箭齐发，陆地同心。这样的话，连横给出去啊，哦，鞋垫子给出去，那也可以吧，也可以。那么连横的话，下一局，对吧？下一轮再带你飞，哈。这样的话，老诸葛基本就可以勾了啊，GG了，GG了，连绝盛宴，摸一张。那这样的话。顺手来，容我三思，直接杀一刀粘痕埋。注意啊，还是留在了手，不急啊，不急。而且我们现在啊，这里防御啊，杠杠的。那沉香助我，有杀有无懈哈，有杀有无懈，那就直接一刀走你啊，一刀走你。将星陨落，天命难违。所以这一局啊，这一局我觉得打得还是非常不错的啊。看戏啊，前面的看戏，这种策略没有问题啊。你郭嘉农民都没有发挥呢，哈，对吧？都没有发挥呢，你急啥？急啥？啊，这一局，应该来说，孙权啊，依靠大智神，依靠郭嘉打工啊，对，你不服气也得服，哈，不服气也得服。下一局。啊，这一局我们就回到一个农民郭嘉的主视角了。哎，这一局我们就给大家看一看，对吧？农民郭嘉啊，对吧？这其实很强的一个武将啊，一个武将配合。红桃我可以天妒，平常可以屯田，上来就大胆手亮拿牌，咱屯田啊，咱屯田。群雄当然啊，开局的话貂蝉啊，这是不利于我们发育的一个武将，会对我们的状态啊形成一点影响。当然恐龙这边啊非常二逼的。你这要给不都给队友，为什么要给一个五号位？你这时候全雄都做到，你还指望五号位如果飞拳的话还能给你送回来？不可能啊，不可能。那么这个时候，但是啊，如果五号位是小势力，这个时候魏国啊更大一点，他可能就不出来了啊，不出来。邪天子了，邪天子，但是这个洛神不太给力，而且场上没有司马队友，我曹公护心镜啊，护心镜。然而恐龙还好，甄姬啊，这个主将是放的女性哈、啊，放的女性武将，所以都貂蝉，这样到时候调戏啊，也只能，然、哦、后那边过山桥了啊，飞威，桃园开出来杀一刀啊，杀一刀。甄姬的话，这样没了加一之后啊，可能会比较难过。六号位无中生有开出，最后的话白银和、哦、你看众矢之的啊，魏将火少年这边还打下家啊，这边还打下家。
那我看一看，那边又是一个群雄啊。当然，此时的话，其他小势力啊，这边有三将啊，有三将，杀一刀。我们这里的话，无懈一个，那边也无懈啊，也好哈、啊，也好，但是没有啥用啊。那么手里也没桃，这样真迹估计要贵了哈、啊，要贵了。那我们无懈拿到桃子，可以放心啊，我桃子可以放，还救了。关键是救了还攒不到集齐，这个真是尴尬啊，这个真是尴尬。这样的话你要面临后面双头看看啊，哎，他继续去打，其实他这个时候打暗将有风险啊，这刚才就是出了魏群，而且暗将都去打魏的话，可能啊这三个人里面可能还会有群雄，对吧，可能还会有。那边马老板的话迫不及待，弟兄们我们的鸡回来了。那么一刀群雄大师 nice 哈、啊、nice。那但是大师换的话换谁，他应该来说不会做出这么大的贡献。华佗啊，华佗这救了主要是防野啊，他救了主要防野。那最后还是一波现身机上保我们这边啊，啊保我们这边。那这样的话大师关键我们也不太好保他啊，不太好保他，也就一桃可以保。然后的话还、啊、果然野了啊，果然野了。那这种情况之下的话群雄啊，哦哟晚上哦漂亮啊，这个藏得漂亮。马车啊你那边有玉玺啊，给不了的哈、啊、给不了的，都是宝物。好，那边杀大师，最后的话火攻啊，火攻没法用，火攻可以看一下我们底库啊。那么这样的话一波大陆力哪里走来，万箭齐发啊！注意调虎离山了，一号位和七号位，这样的话他们反正雷击是达成不了。我们的话 AOE 打出来，嘿嘿，华佗走好不送啊！哎，但是还有桃，不好意思啊，最后我们还有距离，就是留了一个。但是我觉得啊，主视角这边可以考虑啊，先收华佗，先收华佗啊，对吧？恐龙的话整体而言啊，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作用了。还好，哎，这玉玺你不换、啊？早睡早起。大丈夫岂能妇人之仁？我哈、啊，这样的话也还好哈、啊。董胖的话直接白板一块。那么最后我们进入一个一 v 三，那么我们就这一局啊，就要验证我们上一局那个无将看戏是如何正确了，对吧？嗯，一刀九杀下来，貂蝉啊，这边我们看啊，就是一桃一田，宇宙家。摸头来聊，让我附近精疲乱，岂能空手而归？对吧？这个时候就已经开始攒了，开始攒了。护心镜你摸了也没有啊，摸了也没有，就告诉你哈、啊，两头在手，你怎么打？啊、冰凉寸断，冰凉寸断倒不续啊，毕竟天度哈、啊。天下大事唯我所控，谁占到先机，谁就胜了。直接杀一刀，啊、话多已经没了，那我就不续啊。不需要水淹机军属性杀啊，属性杀。所以这一局啊整体的话你看啊相当轻松的啊，相当轻松。玉玺摸牌，最后呢看我们手牌这边啊想用教主，但整体啊我觉得农民家啊除非运气特别不好，真的他们要打的话很尴尬。硬刚有集齐啊，侧刚想利用教主去打，那么这一波啊他们还是赚到了啊，赚到了。因为刚才教主是换了我们那个天度牌，明的乐不思蜀啊，明的乐不思蜀。关键我们手里这明的一张桃啊，对吧？你们杀不了，那就是只能等着我去杀你们了、啊，等着我去杀你们。桃子一吃，最后又有闪，哈、啊，又有闪。那么杀一刀，集齐，一掷四方。这里选择了留手牌啊，留手牌，因为火烧泥嘛，直接骚二，直接骚二。那么这一下没有了吧？没有了之后，那么就陆力同心来聊一个火烧林直接带走，关键是收两张啊神桃，神桃。当然如果没有这俩桃的话，我们还有一个护心镜啊，还可以再续一命啊，再续一命。但是董胖那边已经一血，他可以横着拿护心镜，最后丈八一拍啊，可以丈八一拍。如果没有桃的话，我们还真就跪了，哈，还真就跪了。董胖手里还有一张什么牌啊？还有个桃。好吧，所以这一局当然是运气成分居多啊，而不是说
这两个武将的技能点体现的更多啊，你比如就是一技卖血啊，啊不是两个，特别是农民这边啊体现不多。当然还是郭嘉啊，郭嘉真的时候有的时候打起来比较麻烦啊，比较麻烦。好，下一局，下一局这一局的话整体感觉还行啊，我印象中还行，不是特别精彩啊。看一下那八号位啊，一号位加一，火攻弃掉。二号位的话五六进，杀一刀啊，杀一刀。这样的话开局啊偏队友啊，打盲狙或者有一些防御技能。四号位这二四位都是一个鸟型，那边直接看一下四号位底库，最后的话捡一把挂挂起会不会有行动啊，顺手拿距离。没有动四号位啊，没有动四号位，这个时候的话调转出来，那么教主先出来一步啊，决一死战啊，但是也就这样了，这打了什么鬼嘞，哈哈，打了什么鬼，菜鸡啊，菜鸡，对吧。那么教主的话直接杀一刀暗将，为我所控啊。那我们这里的话就直接南蛮入侵打一波，炸出甲鱼，大群抱团啊，大群瞬间抱团。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教主在那这边啊直接杀甲鱼没问题的，对吧。最后的话四群抱团，四群抱团。二号位是开始盲去的啊，盲的甲鱼哈， nice 啊， nice 吕布啊，吕布这个是明的，这逃满血过。最后我们这里呢可以结命的，来吧，受侵退之劫，月影赵云。那么四五位这边啊待会儿再看看。冰娘过拆桥，拆冰娘啊，这个时候团结一心哈，上马单元就此别过。下大事为我所控。四号位无中生有，开一个打无懈哈。那边的话五号位看看要出来找状态吧，一血甲乙拿过去，估计都是男性武将啊，这边的话还是出来了，对吧，老问题啊，百将啊，香香主孙权父啊，孙权父你香香在这儿，对吧，这肯定还是要防调戏的。我们这里啊主动示好调戏，不是劫命哈，劫命小乔一弹，嘿嘿，就是想上队友啊，主要干的这一步啊，对吧，香香只能找我们睡，队友不给力哈，女主月英的话这是防调戏没有问题的哈，那只能跟我们睡。你们要调戏月英要狗带了，好，狗蛋一逃。那么现在啊，全雄的突破口，哎，一个是蔡文姬，注意，由于有狗货驱虎吞狼在，所以这里的话啊，那边啊，全雄说人都没有关系，就一排啊，就一排。那我们这边神速其实已经暴露了，神速已经暴露了，我们直接杀一刀甲鱼，最后的话驱虎吞狼打菜菜，啊，打菜菜。啊，结果最后人家华佗一个勒布斯手的话控出去，直接啊让华佗，其实我觉得这里的话可能考虑拿万剑啊，万剑的话就偏打工了，我们最后还是拿了无中过牌啊，因为毕竟独苗啊，毕竟独苗，万剑如果开出去的话整体全雄还有教主啊，教主单万剑开出去可能就是真打工了，真打工。那么甲鱼这边的话乱舞，我们可以利用他，是不过也只能杀甲鱼啊，真的想想，哎，最后的话万箭齐发，那我们又可以大劫命保自己啊，想想，还好啊，这样一下呢，这样的话教主啊他这边就没了哈，没了。我们注意啊，这里打得非常的还是牺牲精神啊，宋香香啊，宋香香。那么最后的话当然啊，香香他也只能找我们劫命，看他会不会啊再睡一下。如果我觉得啊，他如果能够直接带一波，最后肯定是没有必要跟你哈、啊、跟你睡了。我觉得刚才这边可能还是保自己更好啊，保自己更好。那边杀一刀，老头再救，可以。想想，看我的厉害，哼，身体要紧，好评啊，好评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再一次啊，赢得了盟友的信任啊，对吧？我替你补，你就要替我奶啊。那么后面这里我们神速啊还是不动啊，还是不动，杀一刀貂蝉，求过牌啊，整体还是想求过牌。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加一南蛮续包，好评啊，这个南蛮扣在手里啊续包就好了。那么后面的话那边远交进攻给我们，哎，这个
节骨眼的话，大家要注意啊，对吧？他武将啊，全相组合啊，这个兄妹组合肯定是很强的，而且那边配孙坚，所以现在我们的话应该来说要冷静一下自己的这个打工性质了，对吧？这个时候肯定是尽量的去，这批什么小乔呢，大哥？你是逗逼吗？你是逗逼吗？教主这太坑了啊！这个我审稿的时候没有注意看到这个点啊，怎么会去批小乔呢？这批也是批香香啊！哎呦我的妈呀，这打得太烂了，打得太烂了！但是他那边一刀香香啊，这边难埋，你奈我何？华佗出了杀哈，那最后的话，我们这边有九杀啊，可以撸华佗。当然，这个时候啊，我们的南蛮没有起到续报，而是啊，利用了他的 K 点属性，对吧？送群雄一波，送群雄一波。这边驱虎的话没有问题的，简化局势带菜菜，最后的话还令甲鱼这边吃一个菜啊，吃一个菜，至少嘛，就是消耗他们群雄内部矛盾。那么这个时候的话，我们换上冠石年弩，年弩的话，缩短年环杀一刀。现在这局打到这个阶段，我们，哎呦，好险呐、啊，好悬呐、啊，好悬呐、啊。那么杀一刀，最后香香的话制衡，这个时候没必要，太好人了啊，真是好人啊。香香这个时候其实基本没有必要跟我们水了，对吧？这个时候已经是成为了一个。单打独斗的阶段了，对吧？群雄这个时候已经不强了呀，不强了。甲鱼大招开掉，主将被废，其实就剩一个帷幕，一刀一刀砍，他没有装备的优势啊，没有装备的优势。其实甲鱼，我觉得这个时候不该救教主了。甲鱼这个时候就看戏，你就搏一搏，你救了教主之后，反而有可能，你比如说教主，你现在光二八卦，大家可能不会去打他，反而你成为被吸引火力的一点，对吧？那这样的话，后面啊两个人都不一定能保得住。他刚才要放弃甲鱼的话，三人制衡，制衡的话你要想啊，苟货他有可能利用你这个，哎，这一波啊，这一波好悬呐、啊，还好自己手里有酒。甲鱼刚才那一波呢，你要考虑后面的制衡状态啊，对吧？你要考虑全香，在我们主视角看来，那也是一个威胁，不可能把他养到最后，对吧？肯定要去限制他。那我们这里的话利用了一个南蛮带走了，你看就控香香啊，就控香香，最后这边驱虎还能再带。那么香香的话，不过啊，甲鱼这里啊还是赶紧把香香带走了。但是带走之后，你想我们有神速啊，有神速，有探囊取物、啊、最后的话再来神速啊，神速。所以这个时候的话，甲鱼其实收香香啊有点急啊，你还不如留着香香，对吧？自己，但是我觉得香香留着的话，他到时候啊，还是看香香怎么打啊，香香怎么打。此乃驱虎通狼之计。这一局群雄啊打得差啊，还有最后一局，最后一局我刚才啊一开始其实录过一次视频，然后发现看到一半的时候发现啊，对面抱团的打得太烂了啊，这个审稿的时候是出现了，没能看清啊，没能看，我们看一下吧。大家如果不想看呢，其实这局没有太多必要看啊，我主要分析一下啊，分析一下。主视角这边是朱棣啊，徐盛加丁凤啊，是一个朱棣组合，一号位可能偏魏将一点的打法。那么二号位的话，南蛮加一挂起，南蛮开出啊，整体可能非队友，对吧？毕竟开了 AOE 嘛。那么四血武将扎出了曹操那边啊，果然啊魏将，但是他这里强行，你应该来说往下压打都好一点，对吧？这个开局都是直接打盲狙的，可能就是你队友。那么三号位这个位置开出了五谷，不一定是魏将啊，感觉不一定是魏将。魏将的话，这个位置开五谷，那不是坑这一帮队友。四号位离线啊，起牌。那么张合跳出，来偷吧，偷吧。三号位可以偷，还是那句话，一号位啊，应该来说你还不如偷一下后位。福祸相依，姑且看之。大嘴，大嘴可以藏一藏啊。貂蝉这里的话，当然啊，貂蝉出来直接控。这个魏将肯定是没有问题的，对吧？调戏，调戏啊、这样的话魏将啊，其实貂蝉一出，整体就稍微啊损失惨重了。我们主视角这边被乐，最后只能起牌续一张南蛮。 AOE 的话毕竟还是能打，曹老板的话手里有桃可以开啊，可以开。
但那边一个国务蟹直接这个国务蟹打错了啊，这打给了一号位啊，打给了一号位，替我挡着那边谈。中杀人，我翻过来。那边还有曹丕啊，那么从将面上来讲的话，这一波魏国很有希望，对吧？很有希望。南蛮入侵，这还去勒布斯鲁控了夏家啊。当然了，这边控的夏家的话，控的夏家对吧，还是这个老问题。刚才就说了，哎，这一帮人啊，对，开局一个盲狙的。但是夏侯渊你也不要怪人家啊，对吧？这个这不卖鞋，四鞋怎么卖呢？曹老板都出了啊，其他四鞋武将要卖鞋的除了夏侯惇呢，夏侯惇呢。当然了，虽然魏国一波乌龙，但是剩下的这里呢，整体啊，这四个魏将还是很有希望。就是我们这边啊没被控场，就是我们这边没被控场。那么看看甄姬啊，他这里锦衣都不弃，如果我换我的话，我肯定弃一张锦衣，留两手牌在底，对吧？留两手牌在底，张合一波输出带走了那边。但是我们这个时候的话，过牌最后是孤胆英雄一 v 四啊，一个南蛮带大招。甄姬你留着什么牌？可能会送曹丕啊，送曹丕。那边的话，我们顺手这局比看一下他手牌啊，最后短刀出鞘。那么这样的话，一扫一波崩了，一波崩了。所以的话，曹丕啊，主要放逐啊，还是没能完美的发挥。你比如说我们七号位这个空档，哈，七号位这个空档。那么剩下两个渣渣位将啊，应该来说很轻松了啊，你给我拉过来一扫二呗，啊，一扫二。那边还有桃典韦足啊，足啊。这一步啊，整体魏将打得太差了啊，打得太差了。然后甄姬啊，一个南蛮就倒了。他如果刚才这个南蛮不倒的话，还有机会啊，还有机会，对吧？他应该来说，你像刚才他气的是什么牌？两杀啊，优势局不求激进啊。他可能刚才留着一张黑的加一码，黑的加一，因为看曹丕的形象牌，冠石加一减一都有，还有一张杀，对吧？那边再杀一到四号位啊，最后的话，反正四号位是离线了嘛，离线了。这一局魏将啊，槽点太多啊，槽点太多。一个是对于啊这个开局盲狙的这个武将的把握上，二个呢就是你比如说刚才无懈瞎打哈，打错了，然后曹操那边啊一带来的时候不留防御牌啊，不留防御牌。好吧，那么今天的这个国战啊就到这里，最后的话就谢谢大家，这样感觉一般般吧。